不过咱拍扑克的时阵，咱也记得讲，咱是荣耀归于上帝。咱因为因唔是咧因，呀，当然是咧因带咱来敬拜上帝，但唔是唱给咱听的。咱大家人拢做伙要来给上帝听，哈。咱做伙来当心来祈祷。我感谢你，给我有这款的福气，佮这款的条件你的面。愿家愿所听下的姊妹，愿做伙坐做伙，愿敬拜俄罗斯，愿你帮助阮热心，我们愿，愿体会上帝你伫阮中间，就阮的心欢喜就跳，愿因根归你，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现在应该是今仔日伫伯马，因咧做总统的选举，一月，那有人要回去吼？一月台湾要发生什么代志？哇，嘛是选举，美国嘛是要选举，哈，即马民主党、共和党嘛是增加有着种是选举。我有时咧想讲吼，今日耶稣在伫咱中间吼，哎，看到在选举的时阵，伊要讲什么款的话？我有时摆安尼咧想。我咧有，这个迄是我完全我个人的想法。耶稣可能不大用马可福音书十二章三十八节到四十一节来讲。恁着提防遐个政治人物，你拢咧笑啊吼？迄政治人物的话吼，唔通忠信哦。恁就提防这政治人物，因为吼，因常常穿啊水当当啊，伫人个面前安尼行来行去，要接受人讲哇，动算动算，哇，那就是阮诶这国家的救星。啊，那边翕相的时阵，因拢爱坐伫翕相个中央，因为安尼吼啊，人家看较有，啊，买较上迄个报纸的第一版面。安尼吼，拢会当拍知名度。总是，因家咧想的是，免啦得到搁发济在财团的支持，所以因底下有真侪，是啦，讲我照顾百姓，照顾在渔民，照顾在农民。不过因大家咧想的是，免啦吼，在财团赚较济钱，然后咱的 GDP 就较紧的勃一个关起来，安尼。表面上数字足水的，对无？吼、哦，啊，这吼，这政治人物足爱讲的。啊，因有机会的时阵吼，麦克风摇咧，就要伊讲，真长的演讲，啊，是有时嘛有时迄款的会祈祷。耶稣讲，这人有灾厄咯，你有相信无？我顶礼拜吼，我咧食饭的时阵，你讲的时阵，啊，俺一个姊妹人讲，迄几个拢阮同班的同学，啊，因即马拢是大一点，吼，啊，伫遐安尼讲吼，啊，我迄阵吼，我迄阵大家拢是大黑的时阵，我拢看较足准，啊，但是即马拢好变作是，咱就叫做有头有面的政治人物。牧师用这个讲，咱来想象，不过耶稣啦，伫咱的中间的时阵。伊看见这些政治人物的时阵，伊要安怎讲？其实，遐个经学教师，咱会翻译叫做文书，还是经学教师？今日咱所读的圣经内面，因的社会地位，甲因伫伫百姓中间的角色，差不多有迄个味，差不多有迄个味，因为因受特别的教育，因爱读摩西的律法。啊！伊嘛爱教摩西律法，伊嘛爱负担解说摩西律法。万一闹啥物争论的时阵，讲啊，这条律法变哪的时阵，因有责任。因一般的百姓袂去读这，一般的百姓嘛无机会受教育，就这人。所以你毋知影讲，因那亲像是迄款的人，就是因手内某一款的权力。爱通做真好的工课，所以伫社会上，其实伫宗教上、伫社会上，拢有真好的地位。不过耶稣讲，恁着提防这个人，
我们在咱啊有时间去等一边去看马太福音书的23章的时候，耶稣用一规章底下咧骂什么人？我耶稣有时我做派哦，你有印象无？耶稣咧骂遐个法利赛人甲经学教师，就是这些人，讲恁听因所讲的，照安去行，但是恁唔能看因，唔能学因所行的。因为因讲是一套，行是一套。我这款的话，这款话常常是足强、足重、足严的话。那是耶稣对这些人所讲的。不过今仔耶稣，咱就提防，咱就提防这些经学教师。耶稣在讲啥？我耶稣不是讲因教义的内容有问题，不是。耶稣嘛唔是讲因这些人有甚物款的其他的在即款因表现安那？耶稣咧强调的是因的行为已经出差错，因的行为已经出差错。咱在人，咱叫做讲绝对的权力，也那绝对的甚物？腐败。你这是咱在讲，当一个人，还是一个团体，还是一个政党，当你有绝对的权的时阵，常常会引起着绝对的腐败。那是那时候咱常常看到在进行，而是当这个经学教师、这个文书，因到，因为上帝经调因含受好的教育，因会负责。爱因传百姓，因来负责因传百姓，帮助百姓去了解摩西的律法，嘛因为安尼，让因所行所做，行啊符合摩西的律法的教示，去得到上帝欢喜，那是真重要、真重要的角色。但是慢慢，当咱手中有权的时阵，有时阵，咱拢会含着一款的气谈，再一件啊，告诉同款，忘了我是谁。咱有时也袂记讲我家己啥，因为吼，当人咧来娱乐的瞬间，当咱以前一件啊，告诉底下做，底下伫社会上做真侪真这款帮咱百姓啊，还佫较了解某些的话的瞬，大家娱乐的瞬，伊嘛足欢喜的。所以常常都爱这人真重要，所以因若要翕相的时阵，很坐南中；因若要食饭的时阵，很去坐伫主桌。哇，伊嘛刚刚在做主人呢。但是这是对耶稣来讲，这是一个试探。想看卖，这是一个是不是一个试探？叫做忘了我是谁。所以到尾再经学教师。因依然继续扮演伫社会上、甲伫伊伫宗教上伫真好的角色，假是这律法啊，在解释律法，互百姓啊遵守。但是因的注意力，因所一直咧追求的是人的耳朵，因所底下真在意的，因底下看重的。是不是人对因讲赞？就迄个中间，耶稣知影，这就是咱的人性的软弱。咱咪安尼呢？咱大家弄，这就是问题呀。所以你看，这些人因那像尾流拢翘起来，啊，目睭拢生伫顶关去。啊，你生伫顶关去的时候，照你讲，应该较会看到上帝。啊，无影呢！因煞拢无看到上帝，因但若看到这些百姓，变哪代因讲安尼拍跑话讲赞。耶稣提醒咱，这款的引诱，这款的试探，各时代拢会发生。现在咱做基督徒的中间，咱嘛常常会拄到这款的问题。最近。天主教的教宗 Francis 来，啊，咱大家拢足欢喜的，特别我嘛足欢喜，我看到伊安尼，伊实在是予咱足感动的。但是，同一个时阵，即嘛天主教的即嘛
Vatican， 因嘛有记者根据因所最近所发生一挂代志写册，讲到内面有侪侪一款黑暗的事。这拢是宗教团体，啊，这些人其实有时真侪拢是真这教会内面的领袖、领袖所组成的团体，就是安尼。我伫我阿未献身去大神堂以前，啊，我常常都咧听讲，教会的机构，特别我即来讲是讲台湾教会机构，我可能有人知影，有人唔知影。特别咧讲到在会当趁钱的机构，就是病院。啊，这是吼，伊去做伊个当事足好个呢，因为还是肥缺，所以吼，足侪牧师甲长老拢想要去占迄个位。啊，迄中间就开始安那，啊去运动，啊去想尽办法去邮票，啊迄中间就真侪真黑暗个事发生。我即个暑假回去个时阵，我搁伫。在无拍算的中间嘛，拄到一个我已经熟悉的牧师，伊讲起这代志的时候，讲无啥变呢，吼，但是吼，迄个方法吼较高明啊，用安尼可能予咱看见一项事。耶稣对这下经学教师咧讲讲，咱对咱讲讲，恁着提防这的人。因为迄款的因由，你忘了我是谁？你别去讲，想受这一切是上帝的时阵，咱有知的。当咱了解讲，这是我安尼去努力去摕来的物件，挖靠这物件，你说别记得去挖靠想受这物件的上帝。那安尼你了解咧？这是我的话讲了解咧。耶稣要讲的是讲，恁有知的咯。意思讲，到尾啊，咱就爱诶，就必须要去领受迄款，爱承受迄款诶严格诶刑罚。这是耶稣讲诶。我想这种对来讲是真好诶提醒，真好诶提醒。就是咱别记，咱所有诶拢是上帝所赏赐诶，上帝稳定。好，咱这时候先停一下。然后，咱继续去看另外一个耶稣咧讲的，譬如也就是耶稣讲的这个故事，就是伫马可的十二章第四十一节到四十四节。啊，这里是咱熟的故事，是啊，耶稣伫已经进入耶路撒冷啊，啊，伫内面看见人咧奉献，哦，伊就伫遐咧看人咧奉献啊。我唔知耶稣安那看会着啦吼，不过可能因咧唔是用安尼防线底啊，安尼拢个落入去拢无人看，因肯定用盘啊咧，所以你看着啊有人就防线足济，但你看伊清查，知影讲因是较好个人。系耶稣看见一个啊真善恰的寡妇，底下防线两仙钱，然后第四十二节就叫所有门徒拢来。耶稣做好做机会教育，但因叫叫来讲，恁看，耶稣开始咧比较，但是耶稣无只比这个好亚人哦，咱人底下错误，耶稣只有讲看这个善恰的寡妇，耶稣何伊 comment 伊的评语是啥？耶稣何伊评语是讲伊的奉献比所有的人拢较济，哇哦！哇，两仙钱是偌济 ？Two pennies 是偌济？耶稣来俄罗讲，伊的奉献比所有人佫较济。我想今日这个故事，继续底下咧激励真济人。真正，这个善恰寡妇伊奉献比所有人佫较济，因为真济人读到伊的故事，读到这个故事了后。伊的性命就改变。伫我还未出世以前，伫我出生的教会，1952年，迄个时阵台湾的在青年团体，中一辈可能知影叫做 TKC， 台湾基督长老教会青年团体，啊，跟下叫做。阿阮常常拢讲，底下计事，
好，阿文讲阿文就是底下开始，意思讲阮就是底下意思。我足欢喜，你唔知啊？迄阵足人啊，九五年年的一月，伫我的教会，我的母会，家己西门教会啊，大概组织的。你举行一个啊春联会，请一个讲师，就是啊，这个代代生物系的主任。当代贤教授，恁咱上海有人知影，迄个董超美，上美姐的爸爸，迄个时阵，伊是拄好对美国摕着博士学位回来，啊去做代代的生物系的这个系主任，伊嘛是浙南教会的长老，伊底下讲起到讲，咱今仔收到。美国的一美国个只教会一，咱叫做美元，也是讲美国一个教会因奉献来帮咱台湾教会来起，也是修理，也整理在教会礼拜堂。你敢知影？这个当中了，伊讲，遐个大多数拢唔是对好野人的奉献来，拢是对一善车的，无讲真好野的在信徒因奉献的钱，啊在累积来来帮咱。迄阵是一比四十，所以钱足好用的。来到伫台湾的时阵，帮衬济济。然后伊对咱大家挑战讲：“啊，恁会当做啥物？咱遮少年人，恁会当做啥物？”迄个时阵，我一个真敬听的长老，詹天牧长老，迄个时阵伊是嘉义胜利病院的院长，伊一个后生詹灿东牧师，可能咱有人捌伊啦吼。伊的囡仔拢伫教会内面做真好个工。伊当在青年人挑战讲，若无爱做吼，你拢会当找着理由；若要做吼，拢办法。哇！啊，即句话吼激一个讲，美国人会使，美国教会、美国基督徒会使，像咱台湾的基督徒袂使。啊，即句话啦，激即个差不多二三十个即个青年人，即个教会领青年的领袖到顶的时阵，因老伯底下决定一项事，叫做咱每个月拢欠五十仙，代表五十仙，好、哦、啊来奉献，用即个钱来帮助咱真正弱小的教会。这就是咱常常进入教会底下咧夸口的讲，伊叫做五角银现金。五角银，因为这五角银的运现金的运动，唔那是帮助新屋教会、残教会，啊，已经底下重新来起起来，嘛，和整个进入教会底下复兴。因看见讲，这青年人，因阿哩愿意捏五角银，每个月五角银，阿哩看见无啥物钱，但是接我来的时阵，却伫教会，咱伫事工内面做真好个工。感谢上帝，受到这个善车刮胡的下一款的礼的激励。过一个咧，1956年，我嘛也未出世。在印度一个姊妹叫 Sandy Solomon， 迄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煞，啊，伫亚洲有真侪所在，特别在家庭破碎，啊是有人因为安尼真侪拢做孤儿，啊是家庭破碎孤儿，迄款情形，伊伫发起一个小钱奉献的运动。伊叫做 Fellowship the Least Coin， 意思是讲，你若一仙钱，大概在咱欠我来时，就当帮衬，叫做 FLC。但是今日这运动用这些钱帮衬济济，遐孤儿、遐寡妇、遐受苦的人，这姊妹开始的。今日无论是长老教会，还是真济美国在济济超教派的教会时，真济姊妹，特别是姊妹，咱堂底下真夸口的一个，真济姊妹就是你，我唔知是咪捏你的买菜的钱吼，
买菜钱，还是你有啥物款咧，就是用真侪小小的钱吸我来，落底下咧做工。这款的情形，不论是伫台湾，是亚洲，还是其他诶，在伫非洲，也搁底下咧继续咧影响。小钱，小钱。虽然真感谢上帝，讲是耶稣讲看这个咧底下对这学生，但叫我来。叫我来底下讲，咱就学习在。不过牧师要叫咱稍停一下，你感觉足奇怪无？咱读圣经的时阵，都爱头前甲后边拢爱去看一下。恁即摆若切起来的时阵，咱才讲哦，咱真侪牧师真侪人讲，咱来奉献的时阵，就用这个故事来讲，咱来奉献。一点仔钱拢不要紧，你也诚心诚意来奉献，啊，你这上帝拢会感恩，啊，买祝福，只有迄个寡妇的两仙钱，哇，咱只在讲这个。不，我想，我要按咱大家想看卖，这阵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啊，耶稣知影伊过来是安那，你嘛知，我嘛知，用圣经有写。但咱两章尔，咱今仔读第十二章、第十四章，耶稣就予人掠去，就予人拍。受苦，过不老久就予人钉死啊！耶稣知影，我要问咱一个问题：如果你若是耶稣，啊，你边仔有你的囡仔，你知影过两天，你就要离开，去真远的所在，还是要等上帝遐？那安尼，你要答你的囡仔讲啥？我相信咱讲的绝对是真重要的代志，对不？绝对是真重要的代志。咱过来想看卖，耶稣来，这学生拢叫我来，啊，这学生因原来早就已经放下一切来跟着耶稣，因已经无什么通好奉献了嘞，对不？因都一个人讲耶稣，阮对你啊。在迄个情形的时候，咱来思考。想那耶稣要特别要提出来，是要鼓励讲，即学生讲，恁要奉献搁较济咧，啊，都规人拢跟对耶稣奉献咧。想看卖咧，想看卖咧，耶稣讲即个故事，目的伫对。想看卖咧，1950年在。因现今的运动，伫台湾的这个教会造成真大、真大的影响。这青年人因这运动的背后是甚物？想看卖呢？伫1956年，圣地所罗门这个姊妹，这个嘛是真善车的姊妹，看见边啊有真侪善车的囡仔的时。伊讲来，我一家人检查会通，予一个囡仔通啊，一杯水通啊啉，啊是一块饭通啊食的时阵，咱若较济人的时阵，是咧帮助较济囡仔。背后的精神伫底，我相信，这人，咱的一个信仰的前辈，因拢予咱看起一项事。这个善车的寡妇奉献这两仙钱，因为伊知，伊信靠上帝，伊知上帝予伊一切，所以伊完要学习，完全来信靠上帝。伊知伊所有的是上帝所予伊的，伊欢喜奉献，欢喜信靠上帝。在青年人国家人，而在青年人。影响着真济，我也是受着利益的人。在迄款情形下面，我感觉在 TKC 站，我也是受着帮助的人。因为背后嘛是因信靠上帝，因在因所为是对上帝来，因欢喜来信靠上帝。所以咱今仔已经读到，好经。在马可12:38-40里面，一个负面的经过，咱就提防这个经学教师。那么，41:41-44，有一个真水、真感动人的正面
寡妇奉献两仙钱的迄个真感动人的故事。这两个拢囥做伙来看的时阵，其实一届过一届拢来咱提醒，你有信靠主无？信靠上帝无？诗篇一百二十七篇，但按咱来讲，主体人是摇花起坐，就起坐的人安那？空空就无啦。城池人是摇花固守，就固守的人安那？有水。过一届，咱提醒讲，咱若奉献给主，无空空，来为主做工，无空空。迄款的信仰的态度，来转变咱，是咱的一生，是不是只有咱要得到人，人的底下的讲赞，还是咱的一生是要得到上帝对咱的恩乐？那有的时阵，咱来感谢。咱在讲上帝给咱这一切，咱用感谢的心，咱用感谢的心来享受，用感谢的心来领受，唔通袂记哩。咱嘛用分享的态度、分享的行为、的作为，甲咱四周特别有欠缺的人来分享上帝给咱这的，迄毋是咱所有的。所以哥罗西书第一章会第十节，咱提醒讲，如果咱若安尼做的时阵，咱减菜，咱较会当来得到上帝欢喜。咱唔通别记哩，咱所有上帝来，咱所有文书，所有一切对上帝来，唔通坑咧，啊，家己伫遐享受。上帝，我感谢你，阿罗哩。啊，无亲像什么人，安那，我拢你特别听我。上帝给咱有一切的，在祝福的上重要的，就是咱感谢，咱分享。阮上帝帮助咱，阮上帝会听，继续激励咱，和咱愿意将咱的手伸出来，来信靠上帝，引带咱行，得到上帝欢喜的人生。当心啊，祈祷。